这铃铛是我们寨子里年轻人的定情信物，有着山神对美好姻缘的祝福，送给你们这对恩爱夫妻再合适不过了。祝你们永结同心。 收拾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先放在这儿。 去看看车来了没有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哎，爹，哎呀，我真不明白，我们在重庆已经安定了，干嘛还要回上海？你说你这走了，这里的工厂谁来负责呀？爹，做生意得讲究效率。如果等大家都回上海了，我还赚什么钱呢？再说了，听说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，重庆陪都的作用就没有意义了。与其守着这一潭死水， 还不如回上海谋求更大的发展呢。嗯，我哪说得过你呀？哎，丽儿啊，你回到上海，把咱家的祖业好好的盘点盘点。做生意跟做人一样，不能忘本。你放心吧，爹，我一定会把咱家的生意做大做强。嗯。哎，爹，爹，您没事吧？啊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前两天着凉了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 爹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，爹！哎呀，我说没事了。老爷，少爷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怎么了，玉叔？什么好消息啊？哎，朝宗啊，离开马六甲，回到上海了。哎呀，叔，朝宗回上海了？是啊，是啊，太好了，爹，太好了，没事就好啊。谢谢老爷，幸亏有老爷栽培啊。朝宗电报怎么说？他说他已经平安回到了沈家老宅，就等我们回去了。 先去上海，爷爷马上过去看你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乖乖啊！我们也走吧。啊，好。哎，我说你啊，去了那边以后，别只顾着工作，要照顾好身体。哎，放心吧，爹。哎，还有敏秋啊，哎，你得给我们沈家早点添个男丁啊！啊，我们……哎，爹爹。 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臭小子，知道就抓紧时间。知道了，那我们走了。爸，您保重身体啊。爹，您保重。我们走了。我们安排好就来接你啊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啊！放心吧。曹总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路上还顺利吗？很顺利，谢谢少爷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次回来要帮我大展拳脚。没问题。哎，我给你介绍。哦。这是少奶奶。哦，少奶奶。这是朝宗。你好。记住啊，我们是在马六甲认识的。嗨，我明白。什么明白？去去去。 小祖宗，你怎么能睡在这儿？这是客厅，是见客人的地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房间就在楼上第一间。我还有自己的房间。是啊，你现在是大人了，当然要有自己的房间。上去看看还缺什么，告诉姐夫，姐夫给你买。太好了。那咱们都是夫妻了。 那就一块睡呗。你敢？哎，女侠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哪敢啊！2楼还有1间空房，书房跟卧室连到一起的，我睡书房的沙发，你和少云睡卧室。可这是你的家呀，我怎么能让你去书房睡呢？还是我和少云去书房吧。那怎么行？让你们母女睡沙发，我沈丽还算男人吗？你放心，书房和卧室一墙之隔，没有人会发现我们假扮夫妻。但是……哎，不要争了，以后我说了算。 来，小云，带你上去看看你的房间，宝贝儿，来哟！真是不错。站住！ 哪个部门的？这里是中统特别经济调查处，我已经许可，不得擅入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你是谁啊？赶紧走，不要逗留。报告长官，他们出去接收资产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因为我不赞成他们的做法，所以被排斥在外。排斥？什么意思？ 哦，我明白了，肯定是你小子太自以为是了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接受违法乱纪的事。什么？同流合污？怎么不说下去了？你怕自己受牵连？我什么也不怕，大不了辞职回家种田。长官，他们借着接收日伪资产的名义，到处诬陷上海的商人是汉奸。 抢夺他们的财产，我实在看不惯，跟他们争执了几句，就沦落到这一步了，简直乱弹琴。你不会跟他们有个人恩怨，想借其报复吧？绝对不是，我这是向长官如实禀报。我认为，身为调查人员，就应该致力维护上海的经济秩序，而不是巧取豪夺、霸占别人财产。如果要跟他们同流合污的话，实在违背我个人意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梁成。没什么事了，先去忙吧。是。 这个梁成跟你很像啊，跟你一样倔。那你说是好还是坏呢？走。你们谁呀？干什么呢？长官，我是这家药厂的少东家沈立。你是这家药厂的少东家？是的。那我正式通知你，这家药厂曾被汪伪政府征用，属于日伪资产，现在已经被查封了。什么日伪资产？这家药厂是我们家祖老爷一手创办的。我说他是日伪资产，他就是日伪资产。你警察能说谎吗？啊！长官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您误会了。 这家药厂确实是我沈家的家产，日军占领上海，我才被迫放弃。可是您看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想重新经营。哎，长官，这样，一点小意思。那可能真误会了啊！是，我回去再查一下。您辛苦了啊！一会儿啊，还麻烦您带着兄弟们喝杯茶，是不是？中统特警处办事，奉命查封日伪资产沈氏药厂。 无关人等，马上离开！你让谁离开呢？啊！这家药厂已经被我们警察局查封了，现在由我们负责。你们赶紧走！是。我是上海警察局队长潘大伟。警察不是抓治安的吗？怎么管起经济来？你们的手伸得太长点了吗？管日伪资产就是治安问题，就该我们管。不知好歹，你这是虎嘴里挤肉吃！你说什么呢？ 你再说一遍，说你怎么了？我。我是38军的连长，奉命前来接收沈氏药厂的，闲杂人等不得逗留。我不管你们是谁，总有个先来后到。这药厂已经被我们警察局查封了，回去吧。胡扯！接收日伪资产是我们调查局的权利。 装什么大头蒜？谁不了解你们？顶着调查局的名号捞油水，这猫腻谁不知道啊？彼此吧！你们俩给我闭嘴！老子刚才说那些话都当耳旁风了是吧？啊！听清楚了，这个药厂现在是我们38军的了，要想活命就马上给我滚蛋！吓唬谁呢？当兵的了不起啊？我们中途也不是吃素的，动个试试！各位千万别冲动啊！各位。 奶奶的，少爷，注意安全！老子在前线出生入死的时候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都在后方吃香喝辣的了吧？如今我要一个破药厂，还跟老子唧唧歪歪的，信不信老子拿枪在你们身上留几个枪眼儿做纪念呢？你试试！哎，各位，为了个药厂不值得动枪，把枪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放下枪！书恒。 书恒，你可来了，出事了！你快点，你看看。大家别冲动，我是中统特警处科长张书恒，大家有事好商量，何必动武呢？中统的兄弟，把枪放下。哼，我不管你是妇科的还是儿科的，这个药厂我要定了。少废话！中统先看着，谁也别想跟我们抢。我们警察局先到这儿了，该归我们才对。 混蛋！我看你们今天都活腻了吧？跟我们抢，行，不怕死就往前走一步吧。哎，别开枪！哎，哎呦！少爷，快上车，快走！没事吧，叔？没事。 这些当兵的不讲理，本想和和气气的解决，没想到连累你受伤。我倒没什么事儿。这上海到底是怎么了？放开我！老实点，凭什么抓人呢？少爷，你看。放开我！闭嘴！快放开我！敏秋，快拿药来！书恒受伤了，哎，不用麻烦了，小伤没事。你赶紧坐，听我的话。这点伤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沈家的金疮药那可是远近有名，普通的药店买都买不到。我保证你的伤口很快愈合，不碍事。啊，这就开始打广告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那帮38军硬抢我们沈家药厂，舒恒拦都拦不住，还被他们打伤了。38军抢药厂？嗯，他们那些人顶着接受日伪资产的名义，到处搜刮民财，简直是贪婪之极。朝宗啊，不要一棒子打死一船人。我们中统啊，可不比那些当兵的。抗日刚胜利，百废待兴，中央政府也在努力改变现状，这只是一时乱象。 我相信委员长一定不会听之任之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家工厂几方势力都参与进来，这也太乱了吧！哎呀，这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谁不知道上海滩是个掘金的好地方？但凡有点权力，都想趁火打劫。他们贪得无厌，简直就是一群强盗。只要实力雄厚，谁就占得多。那这上海滩…… 势力最大、枪最多、实力最强的人是谁？当然是38军的何军长了。上海滩无人能及。哎，沈烈，你小子不会又想打什么鬼主意呢吧？谢谢。何明现在堪称上海滩一霸，如果我能得到他的支持，那我以后在上海滩做生意，大家还不都要退让3分？我说沈烈，你这脑子里除了做生意还有什么？一天到晚光想着赚钱。你说我除了想我的生意还能做什么？ 我家的药厂都让国家给收走了，我不想办法，你能把药厂还给我吗？我爱国家，国家爱我吗？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小旭还在家里等着我呢，谢谢啊。行，好，那个敏秋，你送送他。啊，好。嗯，朝宗，来，我们到书房商量一下。好。先生，您找谁呀？啊，在下沈立，是沈氏药厂的少东家。 前来拜会何军长，请问他在家吗？老爷还没回来呢。哦，那方便见见何夫人吗？我给她带了一点小礼物。嗯，八万。哎呀，我昨天刚打了副金手镯，没想到今天黄金价格就涨了。听我们老爷说呀，黄金价格可能还要涨呢。那是当然的，现在也就黄金最能保值了。五条太太，沈老板想见你。何太太您好。 沈丽今天再次登门拜访何军长，何太太，希望没有搅扰了您的雅兴。一饼，沈老板找我家老爷有事吗？不好意思，说来惭愧，前几天何军长的部下查封了我的药厂，这是一份祖业，现在被收走，怕是中间有些误会。今天还想请何军长网开一面，手下留情，希望何军长能够把药厂还给我。公务的事情我从来不管的。 你直接去找他吧。如果何太太能帮我美言两句，沈某一定重金感谢。今天我给您带了一点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什么礼物啊？哦，这是南海珍珠所制的珍珠粉，在欧洲皇室中很流行，对上了年纪的女士有去黑除皱的奇效，常年使用能年轻好几岁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想说我年纪大了又老又丑吗？哦不不，何太太，我没这个意思。 您有年轻，老爷他很忙，而且我没时间帮你传话。阿兰，送客。是。哎呀，这人真不会说话，就是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咱们二打牌，我们来来，这牌这牌。少爷，见到何军长了吗？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不太顺利。怎么了？那这么说，药厂拿不回来了？药厂我再想办法。 朝宗，我刚才听那些阔太太聊天，说上海的金价很快就会疯涨，金价要涨，估计就是这个行情。这种消息当官的最清楚。国民党各个部门现在打着接收的旗号到处疯抢，搞得上海人心惶惶，商店停业，工厂停产，也就只有黄金能保值了。是，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嘛。哎，难道少爷，您要炒黄金？重庆那边？ 黄金相对低于上海，如果把重庆的黄金运到上海，朝宗，你赶快联系我父亲，让他把手中所有的法币都兑换成黄金。另外，尽早变卖重庆所有的铺面，能卖的全卖光，全部兑换成黄金，都运到上海来。但是少爷，上海局面这么混乱。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？现在冒点险值得。中央政府很快就会还都南京。到时候重庆失去大后方和陪都的意义，经济一落千丈。现在上海虽然乱了点，但它是远东的经济中心，中央政府不会放弃上海滩恢复元气是迟早的事情。可是这么多黄金从重庆到上海，路途遥远，恐怕会不安全吧？我给杨主任打电话，请中统派人运送黄金。我就不信有人敢动中统的东西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嗯，快去办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嗯。 我们来上海接收资产，目的就是不能让那些资产落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手中。切！你知道吗？他们习惯了从中获利，没有利益的驱动，他们凭什么为你卖命？我是他们的上司，他们必须服从我。列队出发！徐峥，你为什么不列队？肚子疼，请个假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列队出发！报告。 我要请假，我昨天崴了脚，今天走不了路了。我老婆要生孩子，我要去医院看她。我妹妹要生孩子，我也要去医院看她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些什么，我可告诉你们，一律不准请假，必须列队出发。谁不想干了，马上给我辞职！张科长啊，你以为中统是你家设的？话可别说绝了，别说你小小一个科长，就是杨主任亲自来了，我们也是这样的态度。 你也太不近人情了，皇上还不拆恶兵呢，连点油水都捞不着，还得豁出命去做事儿，我才不干！就是，我也不干了。哎，银秋，嗯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看有点脏，顺手打扫一下。我知道你就是个劳碌命，你现在的身份可是沈家的少奶奶，这样的活让下人去做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 啊，对了，药厂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哎，别提了，不光吃了一肚子气，还被那个何太太扫地出门了。啊，那些珍珠粉，女人们没有不喜欢的，你怎么说的？别提了，应付女人真是头疼。我要不是为了药厂，我才懒得跟那帮富太太打交道。嗯。哎，明秋，看来以后还要你来应酬那些富太太。 女人啊，真是麻烦。嗯，你这身衣服也太朴素了，缺少贵气。这样，你去南京路做几身旗袍，要做最流行的款式，把头发也烫一烫。哎呀，不用花这冤枉钱了，我这衣服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穿着舒服就行了，不用那么讲究。丁敏秋啊，这里是上海滩十里洋场。 不是重庆乡下，你这装扮从上到下哪里像是沈家的少奶奶呀？你怎么跟我出去应酬啊？再说你跟我站在一起也不像是夫妻呀。哎，好了，就当是配合我这个丈夫，你就做一点改变吧。啊？你手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都是被那个何太太给气的。你真的没事儿？我好得很，你就不要再气我了啊！嗯，好。南京路啊。 你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是来做旗袍的。我这里专门是为那些阔小姐、官太太做高档衣服的裁缝店，我们不接待一般的客户。够不够？哎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太太，您贵姓啊？我先生姓沈。哎呦，原来是沈太太呀！ 我们这里啊，有全上海最有名的裁缝，布料啊也是全上海最齐全的。慕名来我们家的小姐太太不计其数。您看，这是何军长何太太定做的旗袍。何军长的太太，何明何军长。对呀，正是那个何军长。这件旗袍还没有完工呢吧？太太真是好眼力呀！ 这件旗袍啊，用了最名贵的织锦，其实啊早就完工了，只是上面呀缺了几颗纽扣。纽扣？什么纽扣？何太太非常的挑剔，一般的纽扣啊她是看不上眼的，非要那种玉石翡翠做的扣子。玉石翡翠做扣子？嗯，这是麻烦一点。就是嘛，哪家裁缝店会准备这种扣子啊？ 帮我做一件一模一样的，记住手工和用料都要一样。扣子我自己出，不劳烦你们。这么多人同时生病请假，肯定是徐正撺掇的。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。我们现在这些同事基本上都是从江浙一带临时抽调。徐正在这里混的时间最长，谁都会给他点面子。本来我以为教训他们几句，就可以让他有所收敛，没想到他都变本加厉。 看他刚才嚣张跋扈的那个样子，我真恨不得上去打他两拳。打他有什么用？能解决问题吗？哼！喂。啊，是舒恒啊。哦，主任，有什么吩咐？舒恒，有人向我投诉你，独断专行，感情用事。 耽误了很多的接收任务，舒恒啊，眼下接收任务是我们中统的第一件大事，你明白这中间的利害关系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，不要让我失望，明白吗？是，舒恒明白。我3天以后到上海，到时候我要验收成果，你的能力高低就用这些资产说话吧。是。 科长，您没什么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主任说我们耽误接收工作。徐正那小子速度还挺快，就这么会儿功夫，小报告就打到主任那儿了。那主任还说什么了？主任说现在接收是第一大事，不能停。您别担心，实在不行就咱俩去，我不信办不成。哎，不行，我们2个人势单力薄，要接收的产业实在太多，光凭我们2个。 无法顾及，那怎么办？难道向那帮兔崽子妥协？嗯，哟，舒恒啊，你怎么来了也不打个电话？有什么事吗？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？哎呀，欢迎欢迎！哎，你来就来吧，你还带礼物，买这么贵的酒你也舍得？陪我喝口酒。好，喝酒。 舒恒，你别光闷着头喝酒，说句话呀！有什么不愉快的，你告诉我，哎，看我能不能帮你。你要说出来才知道问题在哪里嘛。我真的觉得很累，我怕我的职位快保不住了。真走到那一步，你可要收留我。欢迎，欢迎啊！叔恒，反正我现在药厂也没了，倒不如咱哥俩一块创业，从零干起，先开个小药铺。以咱们两个人的才干，不出10年，一定能独霸上海滩。就这么定了，来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不开玩笑。哎呀，张叔恒啊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是什么人，我当然了解。你这个人性子直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这是你的优点。但是你不懂得变通，这又是你致命的弱点。你这样很难生存，你必须要改变你自己。不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我改变我自己啊？你的意思是要我跟他们一样肆意妄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有抱负，你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，我敬佩你，我也想。可是现实呢？你在中统也工作了这么久，啊，你还看不清楚吗？不要太过于执着，不好，对吧？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，你有抱负这是好事，可是你的能力有限，你这个性格怎么不改？你一时之间也改变不了现状，你看不惯他们，他们怎么又会跟你合群？你要改你自己的脾气，否则很难生存。谁让你生不逢时？如果你连工作都保不住，你怎么实现自己的抱负？所以，你听我一句话，要先学会妥协，学会伪装自己，先融入到他们这个集体里去。等到你羽翼丰满了，你再改变这一切，再施展自己的抱负。我听说昨天上午，警备司令部去霞飞路接收那个伪官资产，据说啊，搜了很多的金条，还有美金呢。哎，我听说有位大员把人家日本女人直接给收了，还不止一个。东洋货，他能吃得消吗？吃不消，吃不消就吃点补药呗。哎，我们怎么就摊上这么个憨头上司，每天做亏本生意？都到会议室。我有要事宣布。走，走。张科长有什么吩咐？要开除我们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开除你们了？那你找我们过来干嘛？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家的家庭情况，知道你们现在的生活状况，也知道大家拖家带口，生活不容易，所以我决定，大家可以在自己接收的那些资产里拿些辛苦费，就当是给大家的慰劳。你真的让我们拿好处吗？我张叔恒说话向来算数，但是你们要注意，千万不能过分，不能断了人家的活路。如果过分的话，我也无法向杨主任交代。好，既然张科长这么体恤下属，我们也会尽职尽责。至于张科长你那份儿，啊，这些钱都是给你们的辛苦酬劳，我分文不取。都给我们？人家张科长一身正气，不像咱们这么庸俗。好了，大家打起精神来，准备出发。梁成，你怎么不集合？集合？哦，集合去抢钱，特别好。今年的新茶。嗯，我以为有什么不一样呢。一丘之貉。张科长，我这就去。等等。梁成，坐。张科长还有什么吩咐？坐。梁成，我问问你，靠我们俩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接收完名单上的那些资产？2、3个月吧。杨主任他过2天就会来。你认为我到时候该怎么向他汇报工作？没有成绩，我的位置就难保。到时候谈什么都是一句空话。你以为我愿意向他们妥协？我也纠结了很久，但是没办法。梁超，别人想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能够问心无愧。我明白了，那就好。 报告，有人撕掉了我们贴在面粉厂上的封条。哎呦，何太太，您来了，请坐，请坐啊！我要的那个纽扣，你们找到了吗？哎呦，何太太，还没有合适的，没找到。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我的旗袍都放在这里快1个月了，过分！你们这家店还想不想做下去了？何太太，别生气，以后千万别来这家做衣服了。哎呦，实在对不起，何太太，您这个扣子的要求实在太高了。 我们尽力办到，您看。